去日本啊嘛。哇，唔得闲噶，入月底都唔知道有冇嘢做，唔好去啦，唔好谂嗰啲啦。哇！但我想去嗰度。你睇下有冇朋友陪你去啦，我好忙噶，我唔得。咩啊？我明明见过你 schedule 得闲噶。而家得闲嘅，到时可能有嘢做啊。猪猪啊？系。你做咩啊？我见啦。我今晚想出街啊，今日出去啊。唔得啊！我而家打機啦，打完機我陣間又要剪片又成成，好唔得閒我而家。咁你成日都係咁，成日打機唔係打機係剪片，咁你我點啫？咁我 gamer 嚟噶嘛，我打機 YouTuber 嚟噶嘛，唔打機唔剪片，咁我食乜嘢啊？不如咧，我哋今晚去食特別啲嘅嘢啊！食咩？去清水灣食飯好啊。清水灣咁遠，落下茶記算啦。係咪個雜把餐又抵食？今天呢我們一年 anniversary 的，哇，一年這麼久了，對，搞錯了，不少的，還不夠西餐，我還吃中餐的，唉，夾分手了，不吃中餐了，你真的得走了，勉強沒有幸福的，分手了，其實你不要連這樣也很奇怪，如果你不滿意的就分手了，你唔好明我下一个讲分手挂口边啊！咁分咗手咯，咁咪唔使挂口边咯。猪猪我肚饿，不如我哋食嘢啊！我唔肚饿，不过又有啲渴，不如我哋入房啦。房做咩啊？啊？朝头早喎。冇问题啊。明啦。入房啦。冇啦。系咁呢度啦。啊！阿超，我真系好中意你。我会将我的时间都给晒你，我会好珍惜你嘅。嗯，咁就好啦。我哋入房啦。吓，又咁咩？个男人都系咁噶。